林芊芊，站住！否则你一个都救不了。林芊芊，你现在已经算犯罪了，我劝你一句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冯林，没有家木的日子，跟死了有什么区别？都是你们把我逼成这个样子的。要不是你和乔恩好，我和江木已经结婚了。 失明者已经报警了，现在要做的只有等待。林芊芊，破坏你婚礼的人是我，跟乔乔没关系，你放了他们。就这件事。 我现在真的很想把你这段录下来播出去，让大家看看国民老公是怎么向我求饶的。别激动，我又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人。既然你都跟我求饶了，我也得还你一份大礼。都说国民老公有多爱乔安好，我今天就来做个见证人。啊！ 拿你的命换乔安好和孩子的命，否则发生什么可就不一定了。这样的话，我或许可以放过他们一马。 你先上去，这里交给我。谢谢。但是你别跟我耍花招。 整个大楼都已经被我布满炸弹了。如果你敢耍花招，我们就同归于尽。好，林芊芊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必须答应把他们放了。乔乔，别怕，不会有事的。 好听啊，不愧是国民老公。行，那我就善良点，让你们做个最后的告别。芊芊，不要！乔乔，别怕。为了你，我愿意付出一切，包括我的生命。还记得我们最初的相遇吗？ 那是在一个下雨天，你拿着一片树叶，在为蜗牛挡雨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，你是世上最傻最善良的女孩。我这一生最开心的日子，就是你为我穿上婚纱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对我说我愿意。 我愿意。从那一刻开始，你终于是我陆景年的妻子了。但是，一路走来，我们经历了许多阻碍，也遇到了很多坎坷，甚至差一点走出彼此的生命。 我们离婚吧。但是，乔乔，不管发生什么，走到今天，我们都依然坚定地守护在彼此身旁。
我和你在一起的每分每秒，都是我生命中每一刻最闪耀的时刻。就算我今天不在了，我的爱也会一直陪着你和宝宝的。不要，姐姐不要。乔乔，你和宝宝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不要。